我今天要大家讲的故事是记录善恶的贝壳。宙斯命令赫尔墨斯把人间的罪恶记录在贝壳上面，放到他旁边的箱子上，然后由他来裁决。然而箱子里面的贝壳都互混杂在一起，因此啊，宙斯拿到的贝壳都有先有后，但是啊，总归要拿的。所以啊，不必因为那些做坏事或是当坏人没有及时被惩罚或是被处决而不快。古人云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今天故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